走到那边去介绍一下。哎、欸，我们台湾好像没收钱。嗯。对，我们的台湾的那个空中步道好像没收钱哦。嗯，对。这边好像是一个人要人民币5块钱。哎、欸，没派谈哦，人民币一个人5块，没派谈。哦。哦啊，小朋友不算钱的，所以带一个，你大带小，买一送一，买一送一，小朋友，小朋友哦，啊、穿这个哦，玻璃袋，哇，原来在这里的，哎呀，虚的，不要偷拍虚的，这好玩，再来一张好不好？不错不错不错，所以还是要拍哈，不可爱，耶、yeah, ，可以溜滑梯，可以溜滑梯，很好。很漂亮啊！来，三个人一张来，耶、yeah, ！还有倒影哇，来，站着来，耶、yeah, ！好好看哦，有倒影哦，耶、yeah, ！再来一张。妹妹害怕。妹妹害怕，看那表情好像真的会害怕。不错不错，我也很害怕，所以我不敢走。你也不敢走，应该还好吧？麻麻的。哎呦，还真的嘞！真的，这有那个惧高症人真的会怕。我是很害怕。妹妹不敢走啊，一看就知道。你看妹妹紧张的要命，走中央，走中央，妹妹走中央，走中央啊！那个弟弟保护，不要看下面，看前面，走中央。弟弟很厉害，弟弟。弟弟都不怕，你看，弟弟走得好得很呢。哎，没有，轻一点，不要踩太大力哦，玻璃会破掉哦。不要晃，不要晃，晃了危险。哎，轻一点，玻璃要破掉了，吓坏了。嗯，没事没事，这玻璃两层的，破不掉。哇，紧不紧张？紧张哈。哦，来看一下脚啊，来，好，继续走哦。哦，继续走，继续走。你一蟑螂，蟑螂哎。继续走，继续走。耶、yeah, 哦。还会晃啊？踩上去还会晃啊？有弹性吗？太软了，是不是？会软哦。不要说话。可爱，可爱，真的。他很民主的，你要挑付钱或不付钱，多民主，你看。对。嗯。好玩了、哦，这样拍很好哦。嗯。哦，整个距离都拍到了，有没有？对。哦，前景的，那拍起来就很壮观了。对。哦。哇，这玻璃步道这么壮观呢、啊。